家好，我叫 Cecilia， 大家也可以叫我晨晨。我来自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河南，今年刚刚获得门罗大学商学院金融管理硕士学位。我很荣幸能参加2020年 USA 亚洲小姐国际大赛，这让身为华人的我感到十分自豪。我们华人对美的定义是由内而外的，真正的美不只是徒有其表，也应当拥有纯洁的灵魂和属于自身的修养与见识。作为华人，我希望通过个人对美的领悟，能够帮助更多的人找到自信，找到属于自己的美丽。同时，我也希望在帮助别人找到美的过程中，能够让自己变得更美、更优秀，也为自己毕业的这一年留下一份关于美的回忆。谢谢大家的支持，我是你们的 Cecilia 晨晨，2020年 USA 亚洲小姐。